大概有五六年吧，早上练功一天精力都很好，就很高兴，很快乐。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同化真善忍宇宙最高特性为根本的，对周围的人的话，你要真诚善良忍让，这个是我修炼之后我做的比以前好。比如说我以前不会太宽容，也不会去为别人想太多，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无望啊，但是现在我这些都变了，都觉得还有希望，然后对别人很宽容，我觉得每天都很快乐。双手随着气机而行，打手印的要求是小臂带动大臂，外柔内刚，两手拉开，把功能打出体外。世界需要真善忍，我觉得这是个普世的价值，这个是永远不变的，无论你从远古到当今或者到未来，这个真善忍你怎么听都是对的。澳洲人、西方人，还有越南人、马来西亚人，各个族裔的都有啊，还有其他国家的人，很多人在修炼。Thank you.